巴萨，你守住啊！上次朝着四面八方向你跑来了。我尽力吧，但是我感觉我快撑不住了，我的子弹呢，马上就要打光了。我马上就到了，你想办法把这些丧尸给引开，去补充点弹药。好的，好的，在你没来之前，我只能靠自己了。啊，现在我要去充点子弹了，没子弹了。啊，哇，这边有个丧尸，哎呀，这边也有，怎么到处都是丧尸啊？你们别跟过来了，让我换一下子弹呢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他们一直跟着我，找一下我该怎么办呢、啊？大傻，你往前跑啊，前面还有一个武器箱啊，我帮你观察一下这些丧尸有没有追上你。好的好的，这些丧尸追得很紧啊，我应该来得及换子弹吧。来得及来得及，你赶紧换赶紧换。大傻，快点快点，他们跟上来了，走吧走吧，你子弹换上了吗？换上了换上了，我装上了200发的子弹啊，你快点赶过来啊，不然我的子弹呢没带你赶过来又不够用了。不会的，我已经到了，接下来我们可以并肩作战。好的好的，这一轮呢出了几个比较难打的丧尸啊，放下他们在这个角落这边打他打他。哇，这几个丧尸太难了太难了，要打好多枪啊才能把他给击倒。是挺难打的，这种等级的丧尸呢没办法一枪一个，哎呦好痛好痛啊，我不能再被他给击中了，再被他给击中的话我肯定会被他给击倒的。哇，大嫂我这边解决掉了。来来来，我这边还有一个一直在追逐，很好啊，放一下还有一个，你再找一下。在这里在这里，我看到他了，解决掉了。很好啊，你注意观察一下周围，我去搞点重武器出来啊，不然接下来的丧尸呢是越来越多的，我们单单用步枪打的肯定是不行的。你放吧，我帮你警戒，这一轮呢就还剩下最后一个丧尸啊，只要不把他给击倒了，其他的丧尸是不会来的。等一下，这个机甲可以吧，它的火力很强啊，你要不要来试一下？可以的，我来操控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机甲的火力呢到底有多强。好的，演出来了一个丧尸，很好，把他给击倒。现在右边呢又会来一波啊，我们要提前过去呢占据有利的位置，把他们围堵起来啊。好的，不要让他们靠近来。好的，打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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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这个射速每秒钟可以发射60发的子弹啊，射速非常快啊！哇，我只要这样扫射呢，不用瞄准啊，都可以把丧尸给击倒啊！好的，好的，现在呢，我的脚下有好几个丧尸啊，大傻，你要想办法把我脚下的丧尸给解决掉啊，不然我打不到脚下啊，这是我们的缺点。好的，现在演出又来了一波，大傻，快点快点，帮我脚下的先解决掉，我瞄准演出的打。好的，哇，现在我看起第一视角了，这个视角呢稍微会更准一点呢、啊。啊，就是差了一个准心呐、啊！如果有准心的话就更好了。好的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些丧尸只要靠近我呢，就被我给击倒啊！哇，一通扫射，哇，这个机甲的扫射能力呢，确实是强啊！超人侠，你继续打，怎么不打了？把眼珠的给解决掉，我解决你脚下的。不是我不打，是他的机枪子弹呢被我打光了，现在只能打他的重火炮。他的重火炮呢，也没剩下多少发的炮弹了。啊，最后来试一下吧，不能打呢我就要下来了。没子弹你就下来吧，接下来呢我们放出别的装备。好的好的，我来放啊，我这人放出的机甲呢，它的火炮是可以朝着脚下打的。大嫂我给你演示一遍了，想不过来想不过来，很好，看到没有看到没有，他们现在在我脚下，我给你演示一遍。哇，一炮把他们打飞啊。哇，可以啊，你这一款机甲呢比我上一款放出的机甲还更强啊。那是必须的，我的射击角度呢移动比较大，可以朝着脚下打。好的，现在他们全部靠近了，我就往前开一点。哎哎哎，这一下怎么撞不下去了？哎呀，好像有个死角啊！啊，我两条腿的中间我是打不到的，而且我也不敢打，只要打的话很容易误伤到自己啊。那你要怎么办啊？这些丧尸呢，都聚集在你的脚下。哎，闯一下，你就这样倒插，对的对的，哇，这样你的射击角度呢，就刚好能打中他们呢。哎呀，别追着我，别追着我，超雷侠的机甲在这边，你们就朝着超雷侠的机甲打。哎呀，超雷侠，快点帮助我啊！他们一直在追着我跑啊！我用这款机甲呢，把我脚下的丧尸啊气得差不多了。大傻，你别打他们呐、啊！我这边打他们的话，会把所有的丧尸呢给吸引过来。好的，好的，那你顶住啊！我再去放一款体积更大的机甲，所有的丧尸过去找超雷侠，不要来找我了。我基本上清完了、啊，就还剩下脚上的这两个啊！大傻，你还要放什么机甲？我觉得我们差不多了，下一轮出来的丧尸呢会更难呐、啊！我们要不要撤了？不要撤，不要撤！我接下来放出的机甲呢，肯定能抵挡下一波丧尸的攻击。超雷侠，你看，就是这一块。哇，这么大体积的机甲，实力应该不弱啊！大傻，那你倒是动起来啊，打这些丧尸啊！快点，快点！你稍微等等，你稍微等等啊！我也是第一次操控啊！哎，别放，别放！哎呀，战我来了！超雷侠，我还没研究透啊，不知道他的火炮从哪里打。你怎么这么坑啊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快没子弹了，大机良绝了！大傻，我去放一下子弹机啊，我过来接你啊！我们今天的任务呢，差不多完成了。好吧，好吧，那我在这边等你啊！但是超雷侠，你一个人能不能行啊？所有的丧尸都追着你一个人跑啊！应该是没问题啊，我离这些丧尸呢有一段距离，能把直升机给放出来，快点快点，放出直升机，放出直升机，很好，起飞起飞起飞，不要被包围了，不要被包围了，哎呀，好吧，大傻，
我的直升机呢还是被击毁了。看来我们今天的上次任务啊，又是以失败告终了。好了，本期的游戏解说到此结束。我是超铁侠，喜欢我的解说记得点赞加关注哦。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